支持。谢谢谢谢辛苦大哥，谢谢谢谢。12月23号见，谢谢。12月23号见，谢谢辛苦大哥，感谢感谢。来，各位，知道我们要唱什么歌吗？什么四个字，对不对？哪四个字？第一个字啊，稳，稳稳的走。我不能停。耶、yeah! ！来，各位，这一首歌曲它是来自于我们支持者自发性的给予台湾民众的。我们听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其实早在前一两周释出的时候，没错，就是现在听到这首歌。前一两周这个释出的时候，这个其实线上的这个回响就非常热烈，有非常多的网红自己就把那个片段剪下来放在网路上。没错，其中有一句特别特别的打动我，哪一句呢？它里面的歌词里面有说到，咱拢是台湾的囡仔，台湾咱只是民进党在台阳吗？咱拢是台湾的囡仔，对不对？对。来，昨天非常的开心哦，如果有锁定 KPTV 的朋友，应该已经有在网路上听到他的演唱。不过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听到他实际在现场的演唱，好不好？好，太开心了！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音乐人朱鹏老师以及牙医歌手蔡宗伦。欢迎朱鹏老师，欢迎小宗老师，来来来来来来来，哇！大家好，我是朱鹏。哎，先问一下，两位今天来到这边，车程应该没有太久吧？不会哦，我在新市而已。新市而已，原来就是我们的台南人啊。对。那小松老师呢？我近一点，我在安平。台南就是人文荟萃，才会做出这么好听动人的歌曲。哎，但是昨天其实如果没有锁定的朋友了，可能对于这首歌的这个发想上面，哎，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创作出这么温暖又富有人性的歌曲呢？哎 ，Q 一下国昌老师，哎，是不是请朱刚老师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首歌他当时的创作历程？哎，我昨天在节目上是说，我之前在四五月的时候被《小草》这首歌，你们有看过《小草》的 MV 吗？有。对，我被那首歌感动了。后来陆陆续续，我被阿贝也感动了，然后我又被在场的各位支持者感动了，所以我决定贡献我的能力，写了一首歌送给阿贝，也送给民众党的各位。谢谢朱康老师。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首歌的这个制作当中，除了朱康老师之外，小宗老师你也包办了不少，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其实音乐文字的创作都是来自于灵感，那灵感来自于现场的各位，所以这首歌我们只是把现场各位的力量转换成文字，然后再送给大家。谢谢大家。哇，真的太感动了。哎，不过各位，在这个合唱之前啦，因为我相信有的人可能对这首歌很熟，有的人还不太熟。不过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大合唱，拜托大家一起唱。为什么要一起唱？唱给阿妹听，唱给自己听，唱给台南听，好吗？好。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老师带我们复习一下副歌到底怎么唱嘞？简单的教大家清唱。哎，老师应该是清唱来表现吧？哎，对。这种实力你们看看，那我们就麻烦两位老师。好，大家如果还不知道歌词的，欢迎把手机拿起来 Google 一下，看一下歌词，稳稳的走。好，我们就带大家唱一段副歌。好，一二三。先确认一下，在正式开始之前要不要再练一遍，来给我们反应，要练的话就挥个旗，不要练的话就把旗放下。
哦，还要练是不是？这么多人要练是不是？好，再练一遍啦。我们简单的再带一句话就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好像已经准备走上这一条充满支持者的路了，所以麻烦大家等一下唱歌的时候，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找出歌词，或是看着大荧幕一起跟着唱，好不好？好，那现在就欢迎两位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音控大哥直接来帮我们向前走。各位，希望大家可以摇起你们的国旗跟我们的会旗，然后大声的唱出这首歌。